快抱谁上麦？上麦啊！刚刚还稍微的睡了一小会儿，有点懵懵的。吃饭了吗？没吃。今天宁波冷吧？冷死我了。工作人员现在正在操作。又是我一个人。对啊，我当然要准时啊，怕你们等久。不知不觉我已经自己直播了两分钟了，主持人也没有是吧？主持人旁边 stand by 着。昨天是冬至啊，谭老师昨天有吃饺子吗？吃了一个。哦，是吃什么馅儿的饺子呢？不知道什么馅儿的，就是往里一塞就吃了。开了个盲盒饺子是吧？对。好的，我们马上啊，我们生生马上就要上线喽。再稍等一下下。先上麦，没关系，不要催生生。嗨，你来啦！是呀，你又来啦！同样的位置，同样的地点。我也想说。好的，把声音开大点，我也听不到他说话。好的，那我们首先请两位老师跟我们。啊，你是主持人啊？当然。哦，嗨。首先，妆发都一样哎。没有，今天我们这里有专业人士在的，不是我一个人了。对。哦 ，OK。好。我们两位老师跟我们小伙伴们打个招呼吧。Hello， 抖音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谭健次，我在《很想很想你》里面饰演的是莫倾城，也是枪青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周也，在《很想很想你》中饰演的是顾生，也是声声慢。我们这边看到就是两位老师的桌上其实放了很多很多东西，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桌上的一些美食或者一些物品呢？桌上，哎呀，他，你先来。我先来啊！我的右手边有一杯我想喝的东西，冰的，应该是豆浆吧？奶茶。然后这有一碗关东煮，是关东煮吧？不是麻辣烫啊。这个也是关东煮吧？这个大萝卜。是的，大萝卜。对，就这三样东西。哦，还有一个，把这给忘了，还有一把很可爱的伞。周岩老师那边有什么样的东西呢？给我们分享一下。我这三样东西我看着好想吃，一杯橙汁儿，橙汁儿，喝一口。橙汁儿啊，然后还有一盒炒饭。哦，扬州。一条过炒饭，吃一口，可以吃的，我还以为摆。我刚刚就好想吃，他们说不行，这个要一会儿直播的时候用。这个太甜了，这个我太罪恶了。啊！他们还把我的勺子扔了，为什么？就是，确实是啊。我好饿，我们都没有吃饭。我们还有鲜肉月饼。哇，这个厉害了。我这个我看着好想吃，因为我们拍戏的时候。拍戏的时候，我们俩不去买鲜肉月饼嘛，然后我们两个就是分开走的时候，然后我不是吃了一个吗？好香！我就跟赵俊老师说：“你们还有多的剩的吗？”我说：“给我拿回去。”我第二天在车上，然后又热了吃，特别香鲜肉月饼。奇怪，我吃月饼我是吃不了咸的，我只能吃甜的。我跟你说，我跟你一样，我从来没有吃过咸的月饼，我都是吃就是那种广式月饼。直到我拍戏的时候吃了这个，就啊，真的好吃！你真的尝一尝。它不是那种传统的月饼，现在快给我打热，我要吃，我真的好饿了。你还没吃饭？
好了，老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，就是这些美食在剧里面的一些场景啊和一些故事吧。好啊，谁先来？韩老师先来吧，因为提前送的美食。那这个萝卜肯定就是那个嘛，就是那场戏啊，跟我在生生的超市里吃萝卜，然后旁边来了一个女孩，就一直在 diss 生生的这个萝卜，就马上就是表达我的态度。是，我记得，然后你当时就别说你觉得萝卜很好吃。对呀、啊。啊，那场戏就吃了好多萝卜。就是这场戏，你来，你来一个。我刚不是做了月饼吗？那就是陈根啊。陈根就是生生去莫老师家，然后莫老师就是以没有手为借口让生生为他喝水。啊，对对对。啊、你看了那个花絮，就是你老是喝不。对。我就特别怕砸你身上。我记得。对，这个是关东煮。关东煮没有很多戏的是关东煮。对，有一场一夜的，有一夜，然后我们在用关东煮，然后去做面啊，在那个窗户边下着雨，一边吃着面，一边看着黑着灯，很浪漫的。还有炒饭。韩老师就是一直说他做的炒饭很好吃，然后现场，然后给我们大家都吃了炒饭。嗯，是的吧？一条过炒饭，我到现在都很想念那个炒饭，现在没有机会做，很少有时间做，然后做主题有点费身材，所以就没怎么。你还记得吗？因为当时学那个桂林米粉。那么好吃，然后你后来跟我说你忘了，那个太难了，那个太难了。但那个真的好吃。是。奶茶是什么来着？奶茶就是有一天，我们两个在超市，然后一起喝奶茶，然后被我车撞见，还是还遇到了那个遇到了医院的同事，那个在超市门口。你答对了。你答对了，答对了。哎，为什么有杂音啊？不是，我听到那个。我也听到了，但是是我这边没有声音，我听到像是你那边有杂音。哎，你看有人在说，哎，噪音好大，你看没有？谁的杂音？就是我也听见了，就是。不是那个声音，是手机里出现的声音。就是我自己直播的时候没有，然后我一连上了你的手机。我刚刚也没有啊。就是一连接它就。对，像下雨的声音。哦。好奇怪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声音？在这个漆黑黑的夜啊，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声音？太好了，那怎么办？我们大声一点说话。大家能受得了这个声音吗？怎么办？这个我们技术部门的问题，这个我解决不了啊。这个。这是这个手机里面发出的声音。不是，你听到了吗？就是我在。啊，你先安静一下。现在是在充电吗？有人说手机在充电就会有这个声音。没有充电。我也没有充电。绝对不是外面，绝对不是外面。因为安静了，所以它声音就越来越大了。那我们先出去，然后再进来。那我们就已经先聊一聊，好不好？好。可以猜测一下是哪一场剧情，然后如果说是答错了的，或者是更慢的一位老师，是需要接受我们的手势舞的惩罚哦。那谭老师先来吧，给我们展现一下。
展现什么？展现一下，就是用趣味的方式去模仿一下。哦，说台词。嗯呢。然后让他猜吗？对，让他猜。趣味的方式。声声慢的台词不用说吧？需要。啊。嗯。你不怕我喜欢你的声音透过你这个人吗？你喜欢我哪一部分？不都是在喜欢我吗？喜欢声音也没什么不好的，总好过没有任何地方吸引你吧。好的，那小雨老师猜一下吧。猜。他发出了求救的眼神。场外求助的眼神。老懒人说：“嗯，好像是我在学校，然后去旧厂拍那个古风的照片的那一场戏。”对，你答对了。是的，虽然答对了，但是时间已经超时了。啊、超时了没关系，我们先。这样的吗？我刚刚没有说时间。三秒哦，说喽。时间都在心里。时间都在流逝。好，该我了，是吧？该我说了。对，嗯，你说。我这个也太简单了吧！我的那个方式，他一猜就能猜出来。嗯，三秒哈。我很喜欢你啦，你做我女朋友吧，我是认真的啦。万一不合适呢啦？万一合适呢啦？不开始啦，就不会知道结局啦。三，二，无妨，表白。哦，唐老师答对了。嗯，嗯，那小野老师需要接受我们的手势物惩罚哦。但是小野老师可以邀请唐老师跟我们一起。邀请。唐老师认识吗？必须邀请。简直了，怎么还在拖我下水？可以吗？不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我不会抱你，你得听好哄哄我。你不是说你跳舞很厉害吗？我跳舞哪有你厉害啊。好，我们的惩罚是奇怪你爱小狗的手势舞哦。现在马上开始放音乐喽，三二一开始。奇怪你爱小狗，奇怪你总是有，总是幻想女生常常害怕带你走吧，游戏却站到天亮，黑眼圈就去进化，熬夜太可怕，快洗洗睡吧。没有录屏吗？小伙伴们有录屏吗？没啊，刚刚已经开始了，我还在练习呢。在练习是吗？那我们再来一遍。啊，我得跟着唐老师做。来，好。你在跟着我呀、啊？哦。你没有屏幕，来。好，三二一，开始喽。奇怪你爱小狗，奇怪你总是有，总是幻想女生常常害怕带你走吧，游戏却站到天亮，黑眼圈就只进化，熬夜太可怕，快洗洗睡吧。哦，很可爱啊，梁老师、啊、那粉丝们啊，意犹未尽的粉丝们没关系啊，我们马上进行下一个游戏环节啊。下一个游戏环节呢是快问快答，需要有一位老师去提问，另外一位老师也要在两秒之内啊快速作答，如果说卡顿或者是答非所问呢，也是视为我们失败啊，也是需要接受我们的惩罚的哦。那先有请我们的唐老师来吧，提问。提问。嗯。声声慢，哪件事最后悔？最后悔没有早点认识苍老师。哎，真会说。必须说一个莫倾城的缺点。太完美了。OK。莫倾城什么时候喜欢声声慢？很多很多年以前听到 demo 的那一刻开始。说出一个与莫倾城这个名字相关的梗。与莫倾城名字相关的梗，嗯，啊，你说啊，哈哈哈，啊，哦，我说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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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邀请你一起接受惩罚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
好了，那我们这个惩罚很有意思啊、哦，是还原没烦恼挑战赛啊，刚好就是也要还有一周多的时间要跨年了嘛、嗯，刚好也给大家送上一个新年的祝福，没有烦恼，然后让烦恼摇出来。嗯、好，那我们三二一，开始咯。这也是手势舞啊。我们要是对话。对话。嗯，是我们两个对啊。然后唐老师 please， 你们可以分享他。嗯嗯。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看到了 ，OK。来，试一遍好不好？好，试一遍哈。好，那我打开音乐，咱们一起试，好不好？好，嗯，三二一，开始。烦恼进入我的耳朵里，烦恼进入，烦恼摇出来。大家好，我是没烦恼。我还要摇头。啊 ，OK， 好。好，烦恼进入我。OK， 那我们可以正式来一遍吗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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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把声音稍微调小一点。嗯，好。那需要我们老师台词的表演了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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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二一，开始。烦恼进入我的耳朵里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没烦恼。摇头。我等下给我摇散了。小伙伴们想要再看一遍吗？就是再没烦恼一下。好，没烦恼，没烦恼，来。好，那我们再来一遍好不好？好，嗯，好，三二一，开始。那进入我的耳朵里，帮我把烦恼摇出去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没烦恼。别摇，哎，好晕啊！好的，两位老师都非常的可爱啊。嗯，然后我们。最后嘛，然后聊一聊收官的一些感受，因为明天就是收官了，嗯，然后我们可以聊一聊我们收官的一些感受，然后聊一聊我们对于这部剧整体的一个新的历程。嗯，因为我们有一段剧情是在介绍完美从一个人到一群人，然后从热爱到专业一步步组建起来这样一个过程，所以在。演到完美配音师周年的时候，就是会有一些我觉得带入到自己的一些地方，到角色里面，然后在里面感受到自己的很多心路历程，然后也被剧情里面那些纯粹的热爱的热烈的东西给打动，对。所以希望这部剧呢也能带给观众同样的感受吧，就是可以给大家带来很多自己曾经拥有曾经的初心的一些，我就像我刚刚那样的想法。嗯嗯，好，那其实很想陪大家走过了这样子一段路，然后我也特别特别舍不得，哎，现在回来了。嗯，然后尤其是当我看到十周年的时候，我就感觉也像谭老师说的，就是大家都有着自己的梦想，然后一群人聚集在这里，其实我也觉得回到了现实生活中，我们这样子一群人在去完成这个剧本这个戏，大家一起创作一个这样的作品，是送给大家。我觉得我们其实也是一起走了这一段路，那再到。今年来和大家见面，然后和观众们一起走向了这样的一段路，所以也非常非常的感谢舍不得大家。嗯，对，你看这里面有工作，然后有梦想，有爱情，有朋友，有恋人，有家人，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生活中都常常出现的，但是又经常会。在生活中因为各种各样的东西给忽略掉的，那我希望也是通过这部戏能够让大家把生活中的温暖都捡回来，也谢谢非感谢大家对很想很想你的支持，非常感谢。对，然后其实里面还有孙生和莫老师的一些故事，包括孙生对于莫老师的情感和陪伴，就是即使莫老师要退出，生也会说会依然去支持你，依然去陪伴你。嗯，我觉得就是可以去支持对方，有个好的沟通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
是，这是一段非常健康的感情关系，在各自的基础上独自的各自独立，然后莫青生和顾生这两个角色本身也就算没有相遇，我觉得在平行世界里也都会过得非常好。然后现在剧播完了，我也觉得他们会在那个平行世界里面过得非常开心，非常的美满。然后也希望大家的生活，大家的工作能够非常开心，非常美满。嗯，很高兴这个冬天有你们一起陪我们的糖宝一起度过了这段时间。好的。哎，马上就要跨年了，两位老师有没有什么新年祝福呢？想送给我们粉丝们呢？刚刚已经也说了，就是希望所有的粉丝朋友们，所有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像《很想很想你》里面每一个人物一样，每天开开心心的，然后每天都有好的有好的盼头，对生活、对工作、对恋人、对一切都有充满了希望和盼头，然后什么都不耽误的，就是开开心心的对这个生活能量。是，然后也希望大家新的一年可以像深深一样收获爱情，收获友情，然后事业、学业都一直努力进步。祝大家新的一年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哦，马上就要过年喽！新年快乐！我想我们有没有收到啊？我们的新年祝福啊？那我们马上时间很紧迫啊，那我们有到最后的一个终极大福利啊！请两位老师选择我们抖音直播间的一些小特效，来进行我们的三连拍。好，什么小特效？好。哦，这里有好多哎。咱们老师可以自行的去挑选啊，我们可以选择三个不同的特效来进行三连拍哦。然后我来 Q。这个可爱。好，选择好了以后可以。你也太可爱了吧！我随便选了一个，那好，我觉得就这样。你也太可爱了吧，韩老师。一会儿我再选一个别的。好的，那我们来拍一张吧。好，三二一，大家快速截图啊！再选一个。好的。啊，我选，哈哈，我可以选这些吗？我流鼻涕了。哎，这个可爱。好，我等一会儿。这个可以吗？我超喜欢史瑞克的。哦，这个真像你啊。这个像我，谢谢你哦。来拍我。拍吧。好，快速截图啊，小伙伴们。你好像一个丧尸。好，下一个。下一个。你怎么能找到那么多稀奇古怪的？为什么我没有？他那里有一个搞笑，好像是。哦，搞笑在哪？有啊，你。哇，男神，我看看男神都有什么。你是男神？这是什么？这个特效叫什么呀？这叫不服气，我就在想，我不服气。你男神了吗？我这样头很累耶，你男神了吗？哎，你怎么变这样了？我这个特效叫不服气。他怎么还是卡在？你这是男神？没有没有，我不要男神，我觉得男神没意思了。就是有个，就是这有个 PK 什么的。哎，那你既然这个表情，那我用这个表情。你好凶，我不服气。哎，但我好喜欢这个哟。那喜欢哪个？哎，这个好可爱啊！是这个吗？不是，玩起哦，不知道谁在直播。这个好笑，这个好笑。不知道谁在直播，好像忘了我们在直播了啊！
哦，对对，好了，不玩了。主持人呢？哎，我得调回来吧，对吧？主持人沉寂了，主持人还想。等一下，哎，我完了，我变不回来了。你就这样吗？哦，再找回来找。我要回来了，我要用男神来结尾。真的吗？我看看，男神。我找一下。还有男神，我也要哦！我要女神，在哪里？没有女神吗？有吧。老师，你怎么贴了男神了吗？马上！找你，找不到男神。我看看我有没有适合男神。我看看，哎，不是，他这个男神里也有女生的那种，好吧。这个吧，帅气银发，我要这个，你等我一会儿。哇，这好帅啊！来，就这样结束直播。就这样结束直播哈。对。OK， 那我们说什么？好，那我来收场吧。来，你来说。嗯，好。啊，我们今天的直播已经要快收尾了哦，因为也了解到两位老师各自都会有工作要忙嘛，也感谢两位老师今天就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啊。也请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啊，再次开启 N 刷剧的模式啊，多多支持我们的很想很想你啊，一起收看大结局，一起高甜追剧，一起分享。嗯，好，来，两位老师也最后给我们这部很想很想你再次打 call 吧。希望大家开心的去看很想很想你，不开心的也去看很想很想你，难过的去看很想很想你，伤心的也要去看很想很想你，然后看完以后你们就会很想很想你，很想很想自己。对，嗯，那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很想很想你，也希望大家看完我们的四之后可以有一个温暖治愈的感觉，然后希望大家今天都要开心哦。嗯，好的，那我们就要跟大家说拜拜咯，来，再见，拜拜拜拜拜拜，唐老师，拜拜拜拜拜拜。拜拜，哎，怎么就剩？